起来了，还有很多影像，网络上看得到啊。哪里痛？哪里痛？你还有身体上哪里不舒服，赶快跟他讲，让他顺路。光打三三就可以看到，国外很有名。有很多慢性疾病啊，不可能。你现在哪里？哪里最痛？哪里还有不舒服？三痛，哪里三痛？你现在还有身上哪里不舒服？然后跟他讲，现在赶快帮你弄，就很快。现在不舒服的地方还有哪里？除了腰呢？还有其他呢？我的肾脏跟那个膀胱怎么尿蛋白都不好。没关系，那无所谓。现在有痛的地方在哪里？现在痛。不舒服的地方在哪里？你现在还有哪里不舒服？这个地方吗？还有吗？就跟他这个分这个地方。就这其他手脚都有吗？我的膝盖退化，也可以治疗吗？现在有痛吗？我膝盖，你现在哪里痛？还有哪里痛啊？就是膝盖。现在不痛。不会痛，可是就是吃维骨力的关系吧。吃维骨力的药嘛。不要老吃你吃东西了。那等一下，腰再给他加强一下就好了。腰加强有没有几个？腰比较重要。一个吃饭的家伙，打给那个凤梁，凤梁。腰弯不下去吗？凤梁，腰弯不下去吗？先不要。他在问你没有，他是帮你把录影他在治疗，好好的看他，好好的看他，你下次如果有缘遇到他，你就跟他讲，他是我很厉害的变化师。你意思说我很幸运，他并不是有开业的，他没有的，他没有在开业的。你会不会这个？找这个视频。秒聊。找他的视频，上网都查得到。你是今天真的是有缘分。对啊，那我今天真的有福报。他最厉害的是，你当场在痛的时候，把他打，然后可以舒解。我这打那个针呢，打到那个手中心，这个都结痂了。我刚刚跟你讲说，你现在还有哪里不舒服？没有了。那就好。但都有糖啊，还要无糖的，
啊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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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